哇，美女这么苗条，是这么大一把，吃得完吗？应该可以，我不知道三两有这么多。从哪里过来的，美女？江苏。江苏啊？嗯，很远。那你知道我们的规则了吧？半个小时。三十分钟内吃完啊，就算成功。打算多久吃完呢？尽量在30分钟之内吧。这么没有信心呢？江苏过来多少公里啊？1700多公里吧。哇，这么远啊！开车过来的吗？不是，坐飞机到南宁，然后开车过来的。哎呦，一波三折哦。对啊，就是为了尝尝。我在网上拍过，然后袋装的吃过，我没有吃过这个电子纸的。所以特地过来吃是吗？特地过来顺便加旅游一下。就是吃了袋装的，味道还不错，所以来实体店体验一下是吧？是的，好像可以了。OK 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了吧。好的。绿色的那个。这个。对，等一下吃完你就还是按那个啊，按红色的那个。嗯。这第一口味道今天怎么样？你们那边的特产好像是那个也是粉是吧？不是，我们那边特产很多了，江苏苏州。辣不辣，美女？还好。平常吃饭也是吃那么大一把是吧？那倒没有。哦，看你说粉说的这么专业，我都饿了。平时没少吃我们家袋装螺蛳粉吧？吃了，都是在网上拍的。也是我们家老顾客了啊。嗯。那问你一下，我们家袋装的品牌叫什么？时尚炉。好，确定了，真的是老顾客。我拍的是加酸臭的那种。加辣加臭的、啊。嗯嗯。一直都是吃阿姨家袋装螺蛳粉是吧？对，我就吃过你们家的。阿姨的铁粉了不？是的。现场吃味道怎么样呢？挺好的。还主要是30分钟都快吃完了。美女吃的很大口了吧？有点紧张，怕噎着。不要着急，才两分二十秒。两分二十秒，粉都快吃完了，我美女，这个实力可以呀、啊。看来是低调了。哎呦，这么大一口。江苏那边吃东西都很甜的吧？嗯。吃什么都要放糖是不是？江南那一块是的。那你觉得这个粉辣吗？甜嘞。人家都要吃加辣加臭的。对，我比较能吃辣。那你吃的太快了吧，3分钟都把粉吃完了。5分钟吃完，我再多给你一箱。吃不了。一般像你那么低调，都是吃得很快的。美女是不是饿了一天了？那倒没有，刚刚吃了一点点。你这胃口可以哦。你男朋友吗，美女？结婚了。有老公了是吧？对，小孩很大了。看不出来啊。你吃那么多，你老公有意见没有？敢有嘛是吧？啊，他是不是得打两次工才养得起？那倒不至于，我什么都吃。开玩笑的啊，美女。嗯，可以。可以啊，你这快吃完了，4分半。真的好快哦。他吃青菜也是很大口的哦。对呀、啊，一把一把的吃。美女，你这个实力在我们挑战以来女生当中还是可以排到很前面的。我是比较紧张，不然的话应该吃得更快。你这样子还叫紧张啊，我没看出来。美女的实力可以哦，拍了那么四分吃了那么快。你在女生挑战者中可以排到前10了，这个速度。不紧张估计可以破纪录了啊、哦。那么能吃还那么瘦。最后两口了，美女加油。6分多钟就吃完了，我有这个速度太牛了。好了，最后一夹了。拉不起来就可以暂停掉时间了。6分35秒，挑战成功。味道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下次我吃加辣一点的。吃饱了吗？差不多了。要不再来个一两？也可以。那我加粉给你了吧？也行。加一两就加一箱不？再加一两。哇！再加一碗是吗？是的。我相信你。哦哟，这么厉害，美女，吃了3两还不够？你可以再加一点辣吗？可以啊。这还不够辣哦。嗯，我比较能吃。谢谢阿姨呢，不客气，太厉害了吧，美女，吃3两粉还不够，还要加一两，还要加辣，现在要不要乖一点？有实力哦，美女，我就不给你计时了，你直接吃吧，不用开始了，不用开始了，你直接吃吧。吃完这一两，如果还能吃的话，我再给你加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哦哟，这么大一口，这实力可以哦，你这两口一两都没有了。哦哟，第二口。就没了，看着吃的我饿了，还有粉没有？两口就没了，嗯，这太猛了吧！1分多钟吃完2两，哦，连汤都要喝完去哦。汤怎么样？感觉挺好的。
加个一两一分钟不到又吃完了，是不是有时间你可以无限吃啊？嗯，吃那么多还那么苗条，太厉害了，拉不起来就可以结束了。吃完四两才九分多钟，太厉害了，按一下暂停吧。美女，再问一次，这次吃饱了没有？差不多。要不要再给你再加一两？不用了。哎呦，吃完那么多大一盆还要喝汤，精华都在汤里面。有吃完九分二十四秒，三碗的时候是几分钟？六分三十五秒。那已经超过我了，不得多一下。恭喜你，九分二十四秒挑战成功，谢谢。四两的哇，嗯，不客气。回家我可以慢慢吃了。是的，过年不用愁了，有螺蛳粉吃的。开心吗，美女？开心。明天晚上要不要继续过来尝试个五两呢？如果不离开柳州的话。好，那明天晚上等你来啊。欢迎你。